2024第96届奥斯卡入围名单最新在台湾时间23号晚间揭晓，原先众人看好的芭比大爆冷门，在多个大奖失利，仅获得8项提名。呼声极高的马格罗比意外落马，影后入围。And Emma Stone in Poor Things 和芭比同样大受欢迎，由克里斯多福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。则一举获得13项提名，成为大赢家，尤其囊括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影片等入围。Bradley Cooper and Michael，Cillian Murphy and Oppenheimer。另外，好莱坞男星布莱德利·库珀自导自演的大师风华《真爱乐章》，讲述乐团指挥家的婚姻故事，在最佳影片男女主角都挤进入围名单，自己也将和席尼·墨菲等人抢影帝宝座。Oh, she's so beautiful. Tell me about her. Oh, she's wonderful. She's a lovely girl. 紧接着，艾玛·史东主演的奇幻电影《可怜的东西》获得11项提名，成为入围名单第2多赢家。I am Bella Baxter.I'm a flawed experimenting person. 女主角艾玛·史东本人也第二度角逐奥斯卡影后宝座。大导演马丁·史科西斯西部犯罪剧情片《华约杀手》同样表现不俗，获得10项提名。Our war hero has arrived. 男配角部分同样精彩可期，芭比莱恩·葛斯林强碰奥本海默、小罗伯·道尼和可怜的东西马克·鲁法洛，《华约杀手》劳勃·迪尼洛等人。女配角则有奥本海默、艾米莉·布朗、老将朱迪·福斯特。You don't even think of me。另外，台艺美籍导演执导的纪录片《金门》入围最佳纪录短片奖，是台湾纪录片史上首次入围奥斯卡奖项。最终究竟奖落谁家？结果将在3月11号盛大公布。三新闻姚慧娟报道。